喺廿年前咧，已經中過戲曲附中嘅支持佢嘅工作，但咧就好少公開嘅。但今日為咗我哋中華文化嘅傳燈加油，亦都為咗我自己長壽嘅問題，我師傅交代我咧，每七年咧要學一次新嘅嘢，咁我就揀咗京曲。咁胡大姐同我相識咗成十幾二十年。咁我亦都徵求咗黃光亮咧同徐子珊小姐嘅同意，就叫一齊咧就跟胡大姐學師，目的咧係想靠佢哋有知名度嘅演員，將我哋嘅京劇文化喺香港咧發揚光大，亦都等我哋嘅文化咧係可以薪火相傳，作為一個鼓勵嘅作用。多謝大家嚟。不簡單。咩？等事冇架車，你望一望鏡頭啊！你望望鏡頭得。你坐，你先坐。我得，坐得佢。你坐，我哋企。不簡單。偏開坐，偏埋少少。開得埋。你偏埋，你先借埋。點解佢啲唔係啊！師傅要坐低啊！好，啊，睇下，呢度唔該，呢度啊，小姐。啊，時間時間，唉。咁你掂住只杯，係啊！喂，你掂住只杯好啲喎，係啊，係啊，係啦，係。啊，喺呢邊，呢邊。呢度，呢度。喺呢邊，呢邊，呢邊，唉。呢度，呢度，唔該。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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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从现在开始咱们不鼓掌啊，我接着说。您不留气口。对，我不留气口，你们继续吃啊，一边吃我一边说着。香港资深文艺编辑，廖妙薇女士，前辈豫剧表演艺术家陈浩球老师，一定要鼓掌，有掌声。前辈表演艺术家白雪梅女士，啊，她有诗歌。京剧丑行大师萧长华先生之孙萧润琴先生。展局易平原韩燕明老师，林泽辉江克成钟爱民等等诸位老师，青年京剧学院总监梁汉勇先生，香港京剧知名人士李菊华，戏曲也是前辈评论家胡老先生。胡老先生，省局戏曲那个讲过了，然后我们的著名武旦名镜方荣祥先生之女，金昆剧场方丽华老师，戏曲教授，戏曲表演艺术家，这我一口气说了，就是都演艺学院的老师，戴成坤老师，周丽玉老师，王丽文老师，刘丽老师，贾君祥老师，演艺学院人文部课程经理张子林女士，著名京胡演奏家，著名琴师范文硕老师，香港金昆剧场优秀学员张静文，周作英，金昆剧场之源刘丽丽、蔡韵华、陈义聪，金昆剧场早期优秀学员李媚恩、王俊兰、王华峰，还有金昆剧场老学员，2002年开始学演到现在，金昆十三子。创办金昆。演艺学院高材生赵婉妮小姐、吴慧娥小姐、陈伟君小姐、王秀英小姐，戏曲艺友资深票友杨艳长小姐、佩仪小姐，加拿大粤剧艺友叶女士，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友会学长麦湘琪女士等诸位资深戏曲爱好者。陈小平小姐、小石先生，天马青鹅越剧团小兰等等诸位，我就不一说了啊。还有出席今天聚会的，还有热心的媒体朋友们，敬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还有陈先生啊，小朋友。都要请郭先生、郭老师、郭博士来介绍等会儿啊，然后呢，再啰嗦几句，大家一边吃了，我一边说。梅兰芳先生是一代艺术大师，是我们戏曲史上的里程碑。梅兰芳先生对戏曲的贡献，涉及到剧本主题、歌舞内涵、技艺品格。舞台艺术以及戏曲舞台美学的思想的全方位的发展，所以使剧目它的剧目演出在思想性、艺术性具有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梅兰芳先生的创新是一步不换形，就是发展创新要把握住戏曲的美学的根。梅兰芳先生是最早把戏曲艺术介绍给世界的艺术家，他从1919年到1935年之间三次访日、访美、访苏，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我国的戏曲从此屹立于国际戏剧艺术之林。
梅兰芳先生他是破除蒙古之见的艺术大师，当年他致力于南北艺术的交流，他还很重视向地方戏曲的学习交流，比如说他晚年的挂帅这出戏就是根据马金凤的豫剧移植改编的，他也非常表扬汉剧陈伯华的宇宙风的表演，跟他交流，所以梅先生虚怀若谷。梅兰芳先生他的美学思想梅派艺术的内涵博大精深，我对梅派表演的特征理解还很粗浅，在座的诸位一定有更深刻的高见，作为梅门子弟，我当向诸位在座的学习，在座的诸位艺术家，无论是京昆乐啊，我们剧种不同，我们美学精神相通，我要要求自己呢，要不懈地去探索我们的艺术的真谛，不断地发扬光大，以不负恩师的期望。再一次感谢诸位的光临，感谢郭博士，感谢管霞女士和耿老师，谢谢大家。胡志忠老师呢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很难得戏曲界的朋友，我们有越剧的前辈在这儿，有这个京剧界或者是京昆的这些朋友们、同学们，还有这个同行们都在这儿，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平常要不是这次活动，还很难得这么聚在一起的。我希望这次活动之后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机会都在一起，因为这个京剧虽然就是在香港不如在国内这么一个大的主流的一个剧种，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这方面，包括这一桌的好多的老师等等其他的，或者在演艺学院，或者在我们民间，大家都在默默耕耘的所以希望我们京剧也能够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发展，然后我们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大家聚在一块儿。好，谢谢大家。好难得的聚会，有演艺界的朋友，有京昆剧的朋友。我是支持中国戏曲学校咧，十年开始，但最大力支持咧就系陈廷华先生同埋李和醒先生，但我就冇出面嘅。我就支持佢哋嗰小朋友咧，全部训练晒咧，就整个中国下乡演出。嗰时有个叫张丽娟做校长嘅时候，好耐咯，一眨眼眼都多。咁咧就我同戏行嘅渊源咧好深厚。我外公系冯港六伊乐。在广州跟白区明一起戰前，求知有没有跟我做过下目吹水啊？求知是我大师姐来的，求知你想听吗？胡老师呢，在我中国工作的时候，十几二十年前呢已经是有来往的，我是跟中宣部合作的，整個農村的教育萬村樹木工程，希望地球村是我們的工作。當年我是做緊駐港的外交官，是我蒙古駐港的領事，我在亞洲做了一道文化工作的。但是今天香港回歸了之後，我們感覺中國文化在香港就個承傳的力就不夠，我們有責任作為这一代的人是做一个前灯的工作。那胡大姐跟我说来到香港每次来到探我，喂，借梅兰芳老师的120周年，我们搞一个聚会啦。那我就找我的黄光亮，是我学生来的。那黄光亮就介绍我认识的徐先生小姐。那我听见我们八仙翻手倾曲，以前我学过粤曲又学得曳，今天梁汉威
阿梅姐，我跟過佢嘅八仙梅。咁啊，而家咧就希望編曲咧就能夠唱翻一首咧就掂啦。帶咗嚟嘅咁啊，大姐個咩失控斬，個何風成雞，吹風成雞。有份俾阿珊珊嘅，因為佢老師簽名俾你。我唔知你唱乜嘢好啊，阿黃君亮你嚟。唉、哎，我唔知道你咧要問老師你唱呢首曲好。我買咗嚟好多嘅咩，好多首嘅，我想唱呢首。好名啦，啊！你後面嗰曲目你咪好啱唱呢首。喂，我哋好簡單，我哋當玩嘅啫，開心嘢，唔好嚴肅啊！你問老師啊，問老師都係埋去。咁咧，就今日大家咧有啲嘢要欣賞嘅。梅蘭芳老師第一次登雜誌，嗰本雜誌咧喺我度擺喺度。1926年嘅梁友。嗱，你睇到啊，有梅兰芳张相，1926年嘅梁友摆台碟，我特登带嚟嘅。由1926年到1940几年嘅梁友咧喺我手上嚟嘅。所以所有如果你揾翻以前啲明星啊咩资料咧，你问我得噶啦。咧嗱，我本嘢带咗嚟啦，梁友杂志1926年嘅。梅兰芳嘅相喺度，你哋可以影翻张相留念。另外咧，我哋有张心经咧系手刻嘅。我哋送俾胡老師同埋送俾阿鄧老師嘅，阿鄧行老師係一刀刻嘅個章，即係話刻嗰個圖章嗰時咧，翻刀咧就要抌嘅個章唔用得嘅。佢呢個叫一刀刻嘅金石心經，係我20几年前咧，連嗰個印刷機啊、油墨啊都要再作法先至落嗰個機嚟印嘅，啲紙要作過法嘅。係20几年前，所以阿達哥咧剛才咧就特別叫我攞一張嚟送俾佢，佢啊已經俾過佢。另外咧有一樣嘢大家要欣賞嘅，因為我擺咗個心經喺度咧，我哋通常喺有個規矩咧就話，一擺個經文喺度就要代表尊敬。我攞咗兩對左旋螺咧擺喺度，大家去睇嘅螺咧，我哋中國叫寶貝，寶貝咧就嗰只螺咧個貝殼咧。是逆個宇宙嚟轉嘅，所以叫寶貝，是兩種螺唔同喺度，係左旋嘅，大家可以影相，係好珍貴嘅嘢嚟，好少見到嘅。一左一右嘅我對螺，有隻係左旋嘅，係逆個宇宙嚟轉嘅個螺。因為我的經文擺喺度，所以我要擺寶貝喺度咧，代表尊敬我個法。不過個心經係送俾阿鄧永行老師，同埋送俾胡之峰老師咧，係留念嘅。叫我大姐簽翻個名，你交下佢。嗱，我哋咧就要你啊做我哋第一個老師啦。你唔喺度咧，你又俾個任務阿鄧老師咯喎，係咪？大家你周身唔得閒啊？我又叫阿陳小姐一齊，我哋嚟揾你嚇。係啊，我哋會約佢噶啦，你約佢。你有冇話俾佢唱呢首啱佢唱？哎，正啊！你個樣似啊，咁惡。都好聽啊，正啊，兩首唱。先把個名喺後邊嘛，你要拎上交住。我佢話咗俾你聽啦。係啊。希望大家希望所有嘅編曲局嘅老師們有機會大家一齊做一個工作，希望將我哋嘅文化一代一代咧帶翻，唔好俾佢斷。呢個係一個中華文化嘅寶藏嚟嘅，唔應該斷。因為藝術咧不分南北方嘅。再宣布咧，就係我哋係文化中心咧，我哋定咗咧，就喺2019年度咧就贊助阿胡大姐嗰個中國演員報嘅有個贊助經費，每年都係長期性係俾佢嘅，即係預示係支持佢嘅工作，希望佢，因為我哋對世間文采新人擺前啲嘅心血咧，佢為個中華文化藝術咧付出好多努力咧，我哋衷心感謝。
我哋应该要对啲好人好事咧要打气，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特登安排呢个聚会嘅。同埋希望大家藝術界嘅朋友將來有乜嘢能夠揾到小弟幫手嘅，你話俾阿鄧婉嫻小姐聽。因為我文化基金咧，而家咧就國內工作咧就固定咗啦，但我向香港嘅下一代咧，我想做多少少嗰個推廣工作，大家可以嚟聯絡我哋。好多謝大家嘅嚟臨。阿黃哥就攞兩張心經送俾阿鄧女士。同埋阿胡志峰，你攞俾我得啦。長袖如衣，呢個一張。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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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心所存的stop our destiny forever. We recall this day and never let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will stop our destiny. Forever we'll recall this day. And ever let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We will defend. No one will stop our best.
destiny. Forever. We'll recall this day. Let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Stop our destiny forever.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Forever, we recall this day and never let.
better glorify.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Forever, we'll recall this day and never let.
let the glory fade. Remember, for eternity, together, we'll make history. Together, all the nations lost and gone.